凤凰抓无啦。头一个伊会甲你讲马关条约安怎安怎安怎，所以台湾安怎安怎安怎。其实马关条约甲咱都无关系嘛。迄个敢若一个记者会讲，我若是烧战拍赢，台湾即个土地我的，就安尼安尼。迄个一个记者会，迄毋是合约。啊，我自底我咧讲的会遮的物件吼，我今日要阁修正，就是甲我所有你即摆摕到遮的资料，我甲囥伫即个顶头。但是迄个主题我已经毋是叫做区域宣传啊，我甲讲即个题目。就是台湾人认错做老爸啦，所以恁拄恁手头摕迄个物件，伊个题目毋是即个题目，未来我会改做即个题目，当作讲故事。你听即个故事听完，你个印象足清楚。台湾人到即阵就是认错做老爸，你甲讲你毋是中华民国个人，你讲哪有可能？我毋是中华民国人，我拄出世，我即摆已经六七十岁啊，啥物我毋是中华民国个人，因为。头壳内底底迄个物件是经过六十多年人，中华民国国民党伊有真刻意的去甲你改变历史，你毋知。我即马要互各位看的，就是讲摕证据互你看，伊安怎甲你改变历史。你今日若无了解即个代志，因为我敢若用一点钟的时间，我嘛希望各位，我已经甲咱秘书长迄本册，我有读过啊，我嘛有读过，无过两摆啦，但是吼，我会当建议各位，你回去你若无时间看遮尔侪册，你上无咱秘书长开幕式甲闭幕式这两个，你拢甲听，啊，莫对头前听，你对上我恁即期的开始对头前直直听去，有时间就直直甲听去。上好即马开始，每一期咱秘书长讲话，你拢即马迄个。电话才方便啊嘛吼！你迄落迄个吃到饱啊，你落个摊咧耳康，实况很容易就你落有法度了解足侪代志吼。啊，我即马开始来讲即个主题。恁即马手头摕即个物件吼，要甲各位讲一件代志。台湾甲即阵，不管你是民进党，还是建国党，还是台独联盟。即阵政治界，因个头壳内底就一个甲咱无共款个物件，你爱知影即件代志。因为你若毋知影即件代志，你无法度甲迄个支持民进党个人去甲讲清楚。包括即摆你美国个台独联盟，因甲咱无共个所在就是台湾人无主权。因为即个物件你若毋讲互详细，我即摆讲一个例互你听。即摆个波多黎各。伊去年年底讲公投要做美国的51州啦，啊，到即摆换美国嘛咧头疼，啊，伊已经百多年啊，当时西班牙战争的时候，美国摕到波多黎各即块殖民地，你知影因当时战败以后，到即阵拢用美金呢，殖民地哦，伊摕到即块殖民地的时阵，伊迄阵。甲即阵安尼一百多年啊，过用美金。啊，台湾即个土地，若是当时吼，伊若是甲咱讲，蒋介石甲咱讲一件代志，伊讲伊光复节，啊，就是收复国土嘛。啊，既然你收复国土，你照你讲，你原来甲波多黎各共款啊，爱用中国的钱嘛。但是各位，你小思考一下，自你捌代志，甲即阵。伫台湾即个所在，讲好做台湾人是中国的一部分。你敢捌看过用过中国钱？你毋捌看过。但是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就是讲，主权到底是谁的？你若是讲，参像波多黎各共款，波多黎各的主权是伫波多黎各的人民先顶头，所以伊美国军事占领以后，伊就用美金。啊，共款的道理啊。你若是讲台湾人有主权，照你讲，当时国复节开始，台湾都爱用中国钱啊。甲即阵你毋捌看过，较等下内底有。啊，咱先来讲，为什么讲台湾即个土地是天皇的？我甲各位报告，拄啊开始，恁手头拢有即个资料，恁回去爱甲复背起来哈。我已经甲你做上简单的物件，但是你即张物件你分互你的朋友，伊看无啦。
你爱解说我听，啊，我拢互你按图说故事，你著照我即个方式，你甲解说。因为一面你即马摕到迄个物件，因为足重要，我用足久的时间去调整才有即张物件。你若会用解说即张物件，我甲各位讲，十个内底有五个吼，袂甲你印嘴印字啦。因为顶头的物件拢是历史留来的物件，所以你也看吼，拄啊开始马关条约。日本天皇拥有台湾，但是当时大清割予这块土地予日本天皇的时阵，中央山脉右侧这边啊，这是原住民，就是高山因拥有的。所以咱有一出电影叫做《赛德克巴莱》，迄出电影就是你讲这件代志，日本佫用军队去甲当时的高山甲征服。所以经过十年的时间啊，台湾这块土地主权建立完成，规块土地拢是日本天皇的啊。但是万国公法内底、国际法内底，伊有讲一件代志：你这块土地，因为我修正，因为我战争以后，我合约的关系，我摕到这块土地，伊主地是殖民地。咱台湾人头壳内底讲，当时马关条约甲台湾割予日本，伊是讲日本，毋是日本天皇。割予日本天皇以后，当时有影是殖民地，所以因为二次大战的关系，台湾阁兴予中国，就是当时的蒋介石，咱的头壳上的可能是安尼。迄个时阵，台湾若是同款，还阁是殖民地的时阵。伊就会当阁杀倒转去，所以伊会当讲讲讲复杂，但是实咧无可能的代志，就是因为这个代志，今日救到台湾，咱才有法度直接阁上课，啊，无免上课啊啦。台湾也是既然是中国的一部分，咱直接上课要创啥？咱这是叛乱的，原因就是这个所在。伊经过1937年的时阵，伊有做一个方面化，就是讲，你看这个所在有一个相片。各位，恁若这张图你通解说，遮有相片，迄就是当时1937年伫遮咧做，伫遮咧上课，就是讲，予当时的台湾人会通讲日本话，姓日本姓，伊会通写日本字。这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符合所有的国际法，怎么从殖民地变成领土？你也看，是1937年。经过7-8年的时间，在日本天皇要投降进前的4.5个月，日本天皇用一张的诏书，就是圣旨啊。迄个圣旨到位的时阵，对迄个时间点4月初1开始，台湾这个土地顶头的所有的人，伊就是标标准准正港大日本国的公民啊。既然是公民，台湾迄阵有600万的日本的台湾人，有派代表去日本，黄兆琴派去日本去开会，参议员代表台湾去开会。啊，若有印象的人，咱有年纪较轻啦吼，若有年纪较侪，凡是有这个印象吼，这个物件甲咱讲一件代志，就是讲。在战败进前的4.5个月，因为当时的日本天皇有可能吼，伊会去思考到一件代志。你知影当时的马关条约，甲台湾甲澎湖割予日本天皇的时阵，佫割一个所在，迄叫做辽东半岛，迄就以前叫做奉天呐，迄是大清帝国伊的发源地。伊割让的时阵吼。经过10天以后，有3个国家出来反对。反对以后，日本天皇怎啊把这个辽东半岛，佮兴予大清帝国？理由是啥？这3个国家佮讲，辽东半岛是大清帝国伊的领土，领土不可以因为战争的关系而被割让。领土哦，领土是袂佮去因为战争的关系被割让。所以第二年有。佮另外佮定一个叫做《辽南条约》，恁会使上网去查。伊日本天皇佮即个辽东半岛佮兴予大清，大清赔几万两的白银，
所以日本天皇用这笔钱开始建设，再发动二次大战。因为当时的马关条约就在笑想要来台湾这个土地啊，所以我认为啦吼，日本天皇日本这个所在，因为有咧实施国际法，所以伊知影讲，恁咧笑想我台湾啊，阿好，我台湾伫1937年我已经实施皇民化，我有我的程序拢较标准啦，阿好，开始发动战争啊，但是伫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日本天皇伊也知影进前要摕台湾的时阵，因为台湾是殖民地，会当摕。伊若无紧甲台湾变做领土，有一天若烧战若是失败的时阵，有可能阁去互中国杀倒转去啊。所以伊去看用日本天皇诏书，伫4月初改变所有迄个时阵是殖民地的情形下，怎变做伊的国土？顶头这两张钱，恁唔捌看过，有可能这张捌看过。这张钱吼，恁顶头的资料吼，这张钱就是日本天皇来台湾的时候有18任的总督，总督总督府管制的下底是殖民地的情形下是叫做总督，所以英国嘛有总督嘛吼，以前还未兴中国的时候嘛有总督，总督这个物件就是殖民地，所以当时的钱啊，顶头甲你印讲台湾银行券，台湾银行券。但是变做4月初，1945年4月初以后，伊用的钱无同款啊。因为伊用伊既然是大日本国的领土，伊用的钱爱甲现主席日本这四粒岛用的钱一模一样。所以你也看，这个所在都有啊。这张钱吼，是我知影这个时间点，啊去推论，啊我才拜托咱的同心较少年的，伊竟然去甲我伫顶个月甲我找到这张钱出来。你也看，只有写日本银行有无？恁摕迄张单来看，应该较清楚。只有写日本银行，但是因为当时咧烧钱，当时咧烧钱，我咧猜测啦吼，为什么伊那会甲台湾银行用转银啊？因为迄阵咧烧钱，所以物资要运送较无方便，有可能印一批钱入来以后，要台湾要咧开办，还是讲这个什么原因，我唔知，啊无法度去查。所以伊转啊，这个所在甲转一个台湾银行用，伊那甲转伊只，敢那这张传单吼，对党和各位出转去以后，甲支持民进党的、支持建国党的、支，也是本来就是建国的思想遐个人，台湾无在条建国，因为你无主权，你无法度去建国，这个物件你爱留好，吼。这个物件真好个物件，啊！我搁甲搁变过来这边，因为我今日主要是这张单，恁若摕转去吼，啊，有法度甲这个内容解说好清楚。我甲你讲，功德无量啦！啊，不要小看这一张吼，这张我是经过足侪摆，搁强调一届，我是经过足侪摆个文宣，我用啊拢用这张足好用。你看这个物件吼，我差不多拢是安尼解说，好要听个人啊。咱的印象内底，中华民国拢甲咱安尼教育，台湾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啊，咱甲咱看这张图，你看吼，这张图顶头只有一支美国的国旗，这嘛一支美国的国旗，这叫做台湾共和，啊，这甲你写叫做中国战区，其实这个是太平洋战区。恁顶头有这张图，你也看吼。你用这张图，你用这张图吼，我甲各位讲这张图的好用哩多。伫差不多2个月前啊，有一个奥利桑，这个是外省的第二代，啊，带因老母讲即摆住日本，80几岁，啊来办公室，啊，我甲伊讲真济话吼，你知影吼，外省的第二代足好讲，你讲一句，尤其你若是甲讲到台独啊啥物，伊会使讲个5句10句互你听啦。足厉害啦！但是吼、哦，咱拢用，咱嘛爱真客气，因为咱主要咱是要传播这个理念给伊嘛。虽然伊是外省的第二代，伊嘛会使办咱的身份证啊，迄叫做 PTW 嘛，迄叫做居留证。经过6年以后，你考完试，你宣誓要效忠台湾民政府，公民卡就分给你啊嘛，吼、哦。啊，所以吼、哦，你拢利用迄、那个伊讲刷迄个棒甲擦，甲讲一寡物件给伊。头到尾，靠讲超40分钟啦。
最后我跟他摕这两个相片好看，伊怎啊甲我讲？伊讲叶州长，很抱歉，我妈妈吼膀胱比较不好，没有办法坐那么久。我跟你借个厕所，我要走了。你讲的都对，吼、哦，因为伊真好讲，但是你爱想吼，这两张相片，今日若无教你讲安怎讲吼，你就干那两张相片啊尔。你敢问伊一句话？台湾那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我请问你，当时日本天皇投降的时阵，哪有两个受降单位？这两个人拢是中国人，一个是何应钦，一个是陈仪啊。何应钦是代表中国战区接受日本的投降，陈仪是代表美国，就是太平洋战区的唯一战胜国。来接受日本的投降，台湾一粒仔囝，中国遮尔大，啊，就何应钦来代表就好啊，谁还佫加一个代表伫遮呢？表示甚物代一件代志？台湾毋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伫当时就是替美国来占领台湾，就安尼。啊，无这两件代志，你若无话讲好详细，我甲你讲，永远说不清楚。伊讲的代志。咱甲伊无交集啦，啊，既然无交集，啊，归去讲一个历史的一挂事件互伊，啊，无你回去啊，你也莫爱出一支嘴啊，吼、哦，搁内底吼，搁一件物件你看，后壁才有这张钱啦，吼、哦，我先讲这张钱，这张钱吼、哦，你各位你想啦吼，搁较少年的吼，你虽然毋捌看过，但是我用时间互你互各位看，伊这个所在是中华民国35年啊。你知影中华民国34年拄啊好日本天皇投降，因为我本来是从1900的吼公元，但是为着要对照这个钱，我先用民国几年，34年来占领台湾。但是这张钱是35年呢，35年迄阵伫台湾用的嘛。同款我拄啊讲迄个道理吼，你若是甲我讲台湾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当时我蒋介石。我把你台湾这个殖民地，把你收复，变成伊的国土。无去已经出去的物件，我阁把你光复回来嘛。啊，既然光复，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安尼，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应该要用中国钱才对啊。哪会用台湾银行？应该用中国银行嘛。甲拄啊，我甲你讲波多黎各的例同款啊。啊，这个顶头阁用台湾银行，啊，无你嘛用美金，因为台湾这块土地是美国是主要占领权国，委托蒋介石来占领的。啊，你这个所在，你哪会不爱用中国钱，啊，是美金？同款迄个道理，阁回到我拄仔甲你讲，台湾这块土地的领土权是日本天皇建立的，所以袂当用中国钱，啊，袂当用美金。你看后一张，后一张恁的传单顶头拢有。伫两个月前，我根本我嘛唔知道有这张钱。迄阵我为着要做干部，所以我迄阵就开始找资料，我就甲查吼，恁等于会使网络会使查，你甲查中华民国纸币，你甲写起来，迄顶头钱有够多啦。你会使我那摕来做文章，甲印一挂落来，吼，因为印起来迄个解析度即马袂讲介差，你拢会使印。我看到这张钱吼是欢喜噶，你也看。这是中华民国26年，恁即马手头的资料拢有。26年是伫34年进前呢。当时中国有钱啊，毋是无钱啊，因为我以前以为讲吼，咱老一辈拢甲咱讲，以前因用两啊银，啊无就袁大头，迄种银币嘛。我是讲迄阵可能因无钱啊，咱嘛无去思考啊。啊，结果一查落讲，哇！中华民国26年，中国银行因家己都有钱啊。同款，迄句话，你甲反问，你若是甲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是哪当时这张钱哪会我摕来台湾用？原因就是啥？蒋介石来台湾占领，拍单于来占领的时阵，迄阵已经足清楚啊。台湾这个土地是替美国来军事占领，就安尼。啊，直直骗骗60多年啊啦，啊，啊，大家拢唔知影这个故事，因为知影故事的人。有可能已经无去啊，性命无去啊！啊，我今日用这个题目，主要是要甲各位讲吼，
我先甲解说这张吼，因为我为什么一直甲顶头这个讲台湾人认贼做老爸啦？因为你一定要了解讲，伊用什么物件来甲你骗，你才认为讲咱是中国人。咱唔是中国人，咱是道道地地的日本人呢。因为日本天皇已经经过国际法的程序，整个做完啦，拢行完啦。本来咱是殖民地。人伊规个用五十年的时间，规个镜头啊，镜完以后，你就是日本人啊，你是道道地地日本人啊。啊，所以你也看这个物件吼，这个物件你若要爱，迄个官网顶头嘛有在下载吼，这张图我用足久啊，这已经用年外的图啊。我先甲你讲，拄啊开始这个国际战争法，伊是安怎走？对拿破仑时代1830年开始，全世界。两个国家修正战线应该安怎处理，拢伫这顶头，无一个国家例外。我用波多黎各的，用这个伊拉克的这个例，我讲予各位听吼。啊，完了，赶快，你会晓，你今日听到我讲这個，你若真正有心要去甲你的朋友讲，你爱查资料，你唔通空妄吹啦。你妄吹吼，你无遐相片吼，你足困难解说会通。你有哪气心露面转来，我甲你讲，啊。嘿，本来吼，咱顶礼拜有一个动心啦吼，啊，题外话吼，我用半点钟讲互听，啊，伊想讲吼，安尼妥当啊，怎啊，转去了去甲伊个同学讲，叫因同学两个手搁甲弹倒转来，啊，气几暗，因为你爱炸资料，你无炸资料吼，足歹讲个，我嘛同款，因为你讲甲嘴角全破。你无遐白纸黑字的物件好看，我跟你讲，伊会甲你印甲吼，你会气甲要死啊！咱足用心的，咱足希望讲伊会当认同，啊，为共同为台湾未来拍拼。但是伊甲你印遐的话吼，伊甲你当作笑，你听着甲你骂笑啊，你嘛心情嘛足歹吼。啊，这个物件吼，恁家己下载，我讲伊拉克的迄个例啦吼。拄啊开始，美国甲伊拉克修正美国这年以后，伊伫伊拉克成军事。政府成立开始占领，但是一个国家甲一个国家修正，伊主要战败这个占领甲战败啊，战败这个政府甲撤掉，战败的这个政府撤掉以后，伊一定要替这个地区顶头的所有的人民，爱替伊成立人民政府，所以迄阵成立的叫做伊拉克民政府。这个民政府成立了后，因会开始有制定一挂国会、国民、宪法甲国旗。因家己本身即块土地顶头，经过几年以后，所有的人民会当遵守因定的即个法律。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所有的人民拢守法，维持和平，无够有真大的冲突以后，即个新的政府，美即个占领军伊就会甲即个新的政府签订合约。协约签煞，美国军事政府就离开，安尼头甲尾啊！伊拉克甲美国的战争头甲尾，人八年，这个流程全部走完。你知影？你即马看这个啦吼，台湾甲即阵走到倒位？自当时战败，台湾即马是走到倒，美国还袂入来哦，美军还袂正式入来呢。你即马走到倒位？哈、啊？你看完了无？安尼68年还去用算掉去呢？什么人算的？就是认贼做老爸啊！因为你雄雄去，本来迄个人是杀人魔王，你怎去甲伊？伊甲你的四大人拢杀死了了，二二八甲你杀死了了，捌代志、读书的高级知识分子拢甲你杀死了了，用伊的国立编译馆甲你编教科书，伊甲咱的四大人杀掉啊！啊，咱去认伊做老爸。道理在倒，理由在倒。我跟你讲吼，拄啊开始在顶头有写，一个台湾两个政府战争结束以后，本该就没有交集，是两个平行线。啊，既然是平行线，你哪有去予中华民国占领军管？原因就是你去共领伊的身份证。当时美国若替咱做这张，伊哪管咱来着？我问各位吼。恁虽然人介绍你来上课，但是你应该有看到咱外口，咱有一部分的东西有做一块橄榄色的迄个车牌，
有人有看过无？唔是咱即摆八月初迄块红的哦，是主底有一块橄榄色的车牌哦。咱伫台湾即个道路上哦，已经开足久啊，开年外呢，无甲一个人去用开下单，啥物原因？因为咱是民政府啊，这个民政府顶头吼，军事政府伊要哪管咱？军事政府伊就负责军事嘛，对外的外交嘛。啊，你这个民事政府内政的部分，咱哩掌管啊。所以你也看吼，歹势。拄啊开始，美国又替咱成立民政府，迄阵叫做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有吧？这就是民政府。后来中国变流氓政府以后，刷来台湾，伊怎啊甲这个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改名叫做台湾新政府，一直阁走，一直阁走，走甲宋楚瑜迄阵伊的权势足大诶时阵，李登辉要甲废掉，啊要废掉诶时阵，美国也讲，台湾这是军事占领地，这个占领地顶头一定要有人民政府，你袂当甲我人民政府甲我废掉，所以迄阵就改做动省。但是咱哩2006年告美国，2009年判决咱胜诉以后，咱已经伫奥巴马的手头已经摕到台湾这个所在，已经受到美国的法律的授权。所以咱其实咱民政府到即阵吼，中华民国警察拢唔捌按甲咱安怎，因为咱这是政府啊。但是咱的政府是民政府，但是这个土地一定阁一个军政府啊，占领地一定有一个民政府，一个军政府。军政府要离开，一定我拄好讲诶。军政府要离开，一定爱甲民政府爱签订合约。但是咱的政府还未正式形成啊，人无够啊，所以到即阵吼，还阁有模糊地带。爱希望咱的人数爱达到美国甲咱讲的迄个要求。啊，咱即卖有咧进行吼，啊，往哪地要搞啊？你也看，民政府咱接过啊，因为无人出来甲咱反对啊。即卖中心新村干哪有办公室啊？内底也无人啊。伊也无跳出来甲我讲，阮这是民政府哦，啊，但是伊这个民政府嘛不对，民政府爱当地的人民来组成，结果唔是啊，当时单一带人来组民到台湾省政府，拢是占领军的人啊，这嘛不对啦。所以咱我用安尼来解释吼，是较简单的逻辑啦。其实咱已经接，咱已经接过啊，无问题。军事政府，咱来看军事政府啊。拄则开始吼，美国，我讲一个小故事啦吼，因为时间够有。咱伫3月13吼，伫即个所在，咱有日本有13个大学生来即个所在上课。上课上三天课，第四天要离开的时阵吼，有一个奥利桑，这个奥利桑伊徛起来座谈会，伊徛起来安尼问咱的秘书长，伊安尼问，伊讲，伊做日本的自卫队吼，的队员做28天。伊来台湾超过10次，伊认为即卖台湾人甲即卖日本人足尊敬李登辉。为什么你台湾民政府要甲中华民国规个乌蛋掉啦？伊就安尼问啊，足咸啊啦，吼！咱的秘书长安尼回答，伊讲这68年来，本土台湾人敢若要求两件代志，中华民国占领军永远做袂到，头一项公平。第二项正义，这么简单的道理，这么简单的代志，永远做袂到，福利拢无。而且，什么叫做维持现状？维持现状就是让本土台湾人继续做中国人的奴隶啊！而且，顶礼拜美国甲咱偷讲一个消息，咱所有的本土台湾人的身份证去人做记号，有人知影做记号无？恁敢有人知影做记号？唔知道的人举手，我予你看一下。唔知影这样做记号的，你的身份证后壁右上角遮有一排字，你家己去摸，这就去用做记号啊。吼、哦，福利无同啦，啊做甲用要看就看无啦。啊，这就美国甲咱讲，秘书长安尼讲啦吼，即马讲到重点开始啊，伊讲。当时大日本帝国失败、战败投降以后，联军行在当时的大日本帝国再度崛起，怎甲五马分尸啦？北方四岛和苏联甲占领，琉球、
叫联合国甲托管，岛屏的这个主导，韩国进前李明博登岛迄个韩国迄个主导，细细粒啊，迄个叫韩国人甲占领。本岛联军亲身占领，麦克阿瑟用七天的时间，甲当时的大日本国的宪法，甲修成即卖的宪法，应该是叫做小日本国宪法，唔是这无歧视啦。因老爸叫做大日本，啊，伊的囝就叫做小日本嘛，无唔对啦吼。所以即届安倍晋三去选举，礼拜选煞，吼，主要就是要修宪。过来南边的台湾叫蒋介石来占领，在日本放100万的韩国人，那叫做左派；在台湾放200万的中国人，这个100万的韩国人跟200万的中国人掌控这两个地区的全政治跟经济核心，唯一的目的就是无要让当时的大日本帝国再度崛起。但是现在状况不同了，经过几十年以后，现在的中国很快速崛起嘛，所以为什么现在的安倍他的选举配合台湾民政府所有的主张，这样一步一步在走，就是要恢复联合国的宪章里面有这样说，就是说一个地区战后一定要在上帝的时间来让他的当时的领土恢复他的完整性，这就是联合国的宪章。今日安倍做这个动作，配合台湾民政府，以后真短的时间内，几年内，有可能这个西行的防线过中国，所以日本的经济开始要变好。因为美国无参像以前经济遐尼好，伊嘛希望日本这个当时这个大日本国会当阁结合起来，过这边，共产党这边。所以你也看吼。拄啊，即个所在分配占领，拄啊开始，我拄啊讲迄个故事，就是要解说即个分配占领。因为伊为着要让大日本帝国再度崛起，所以伊分配予足侪国家来围，甲当时的即个大日本帝国甲围，甲四分五裂。但是一直甲旧金山和平条约这种中间有牵涉到，流亡政府已经走来台湾啊。所以迄个时阵本来是分配占领，改做代理占领。啊，为什么要由中华民国来代理？因为伊急于反攻，伊一干干干那要反攻大陆，反攻大陆，这是美国人的利益。因为美国是经济主义的国家，伊的敌人是共产主义，所以苏联瓦解啊。但是安尼，这个物件一直走到中美断交啊。台湾关系法的这个时代的时阵吼，当下啊，即马代志三省啊啦。这个流亡政府走来台湾。啊，雄雄登高，啊，呾这200万的中国人，你要去叫去倒位？要去倒位？啊，菲律宾人嘛有人的国家，这土匪人无人要爱啊！啊，你要叫去倒位？我甲你讲吼，这吼，这等下后壁一场我讲详细吼。因这个所在一直行，一直行，行到这，无代无志去甲人签 ECFA 法。你知 ECFA 法代表什么意思无？流亡政府甲这个本国的政府和谈啊，和解啊，啊和解甲做伙啊！我问你啊，有人认为中华民国会甲中华人民国甲吃掉吗？有人有认为讲伊比伊较歹吗？不可能啊，一定是这个中华民国去要吃去嘛！啊吃去，我问各位，这作逻辑性的思考哦。台湾这个土地是美国。欠炸弹，牺牲足侪阿兵哥的性命，摕到的一个所在，伊较有可能遐尼简单，予中国共产党甲摕去？无可能嘛，因为伊若去予中国共产党摕去台湾这个所在，中国的军舰就对遮出来啊呢，美国就烦恼啊呢，迄破一空啊呢，啊所以伊家己亲身要入来，每年的12月31日进前，但是即马看看，敢若时间较提早。因为顶礼拜秘书长连续两届还是三届有甲咱一直强调，每年的6月，美国的海军陆战队都8000名要入来，因要家己要去家己入来占领，所以这个时间应该是提早。啊，咱来看后一张吼，我来补充拄啊这件代志吼，这张图。
你原来会使去下载吼。这张图我当时伫三月份登来台湾的时候，我要做一项物件，就是讲台湾的过去、现在、甲未来。啊，这个物件咧四月初做好啊。台湾的过去，麦克阿瑟委托蒋介石来占领台湾，迄个时阵有一个军政甲民政，军政叫做台湾警备总部，民政叫做台湾行政长官公署。这个部分我相信大家拢应该真清楚，这无啥物问题。但是你中美断交以后，为什么把台湾关系法放伫美国的国内法？足奇怪！伊哪会当安尼放？安尼迄个伊拉克伊嘛创一个伊拉克关系法，为啥会无？波多黎各我拄仔有讲，已经百外年啊咧，台湾嘛才六十几年啊，啊为什么台湾有一个台湾关系法？啊，波多黎各奈无一个波多黎各关系法，这足奇怪的代志。原因啥物货？我讲互你听吼。啊，这个物件恁爱一定爱会晓，无恁那是只支持民进党的雄雄，甲你讲吼，这个台湾关系法是保护台湾吼，足济人咧讲吼，足济人认为讲这个台湾关系法，即马嘛有足济美国的台湾人，当时的台湾关系法，伊拢插有着，伊拢帮助有着，啊，夭寿的这人咧害台湾，唔是咧帮助台湾。我甲你讲这个道理，互你听吼。我拄仔为啥要讲迄个故事？就是北方四岛和苏联占领。苏联占领迄个时阵哦，伊做一件代志，伊甲顶头迄四粒岛顶头的日本人万几个用军舰甲载登个日本。伊怎啊变？怎啊个同时吼，佮对伊个苏联佮带一群人去个带里遐，伊按算带久变伊个啦，因为顶头无人来甲反对啊。迄阵的蒋介石，我咧推测，有可能伊嘛认为讲，伊中国可能不保，所以伊嘛爱准备要走的所在。啊，伊既然看到苏联甲你武器出来啊，伊怎啊拜托联军，讲当时迄六百万的日本台湾人，你用军舰甲载登个日本的本岛，要学伊啦。啊，然后伊再佫移民一寡因的中国人来，啊，你这台湾人都拢无啊，嘛无二二八啦，伊也免佫杀人啊。啊，所以哦，伊哪要用这步？但是这个物件，蒋介石怎啊用到一张的行政命令？这张，迄六百万人，你无甲载登个日本，啊要安怎？伊怎啊用行政命令？这张行政命令一落时，所有的人去领伊的身份证。我相信有人领身份证以后，因为伊感觉无这个道理。所以我跟你讲，二二八会杀死遐侪人，足侪拢读册人，无应该用行政命令啦。各位，这张叫做绿卡，这张即我的。要改变国籍有遐简单吗？我着爱开一寡钱，啊去迄个所在爱待五年，爱待满两年，摕这张。经过两年以后，我考试通过，我宣誓要做美国人。我才有公民呢，这张，甲我拄仔甲你讲的这张，这两张同款的意思。你知影这个绿卡伫美国袂当投票呢，嘛免做兵呢。啊，伫时阵啊，恁咱的人去摕这张，爱去投票，爱做张，爱搁投票，啊，都爱去做兵。所以美国甲咱讲吼，咱台湾人生活在政治炼狱啊。这张票，你投，你摕居留证、摕绿卡去选奥巴马，去选出来，去选奥巴马，敢人要甲你世界要甲你承认？所以吼、哦，咱摕中华民国的国民身份证，那是居留证。但是你会，咱会去问中华民国一件代志。啊，你既然甲我讲你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你拢安尼讲，啊，你要发行公民卡，歹势，流亡政府袂当发行公民卡，原因就伫遮。那是国民，国民就是居留证，甲我迄个绿卡同款意思。所以吼、哦，去用骗遐久啊，拢骗到无人知啦，哈。所以你也看吼、哦，因为伊甲当时迄个土地顶头的人拢甲迁走，所以你中美断交的时阵吼、哦，伫1978年的12月30日断交，经过四个月。伫四月七，伫过当年的四月七十通过这个台湾关系法。这个台湾关系法，伊的目睭内底就看无当时住伫这个土地的日本台湾人，
因为恁即阵600万的后代拢全部去领中华民国的身份证啊，所以即个所在拢是移民入来，拢是中国人，伊才敢甲。所以这顶头用的，这个顶头用的是 People on Taiwan 啊。我甲你讲 People of Taiwan 甲 on Taiwan 这个物件差别，互你听吼。因为这天甲地哦，我伫三个月前，我有一个美国的朋友，伊是做中介，伊来台湾，我请伊食饭。啊，我怎问伊一句话啦？我讲你认为讲 People on Taiwan 是啥物意思？伊安那甲我讲，你知无？伊这是香港人移民去美国的，伊即马是特公民的。我就是 People on Taiwan， 伊安尼甲我比啦，伊甲我讲，伊即马来台湾佚佗，伊就是 on Taiwan。啊，我讲啥物是 People of Taiwan？ 伊讲你就是正港住伫遮、出世伫遮、生活伫遮的正港台湾人。啊，台湾人分特别清楚 ，on Taiwan 跟 off Taiwan 分袂清楚。所以这个台湾关系法就是你保护住伫这个土地台湾人，但这个台湾人爱解释要清楚。伫美国的头壳内底，迄是移民入来住伫台湾顶头的人。啊，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的美国的国会，伊看袂到台湾这个土地顶头有台湾人。但是咱伫2006年，咱告美国，咱告赢。2009年判决有5项，咱开幕式的时阵，副议长嘛有讲，但是其中有一项真重要，就是讲美国国务院必须主动协助这一群原告成立他们自己的政府。这是其中一项，啊！你要哪成立政府？你无人民啊！你拢摕中华民国身份证，你是要哪成立政府？你一定爱要求所有的人爱在意愿、自愿、合法这三个条件下，袂当用拄啊迄个行政命令，啊是讲你去偷摕人的身份，啊替伊出钱，啊哪会当安尼吼？咱41万张，一个人1000块，咱嘛免伫遮上课啊！啊，傻傻的规来甲办好啊，咱就摕到啊，但是买袂用的，甲伊同款土匪的行为。所以咱全台湾到处拢咧办说明会，就是要解释讲，你安怎了解这个历史的背景，你家己自愿要来办这张身份证，这拢总只要有41万张，因为这你美国做的哦，咱一张一张拢你美国做的哦，你袂当讲今日已经达到41万张，你甲我讲这是假的哦，这拢恁做的，所以伊就替咱设这张身份证，互咱证明。台湾这个土地，当时的600万的日本台湾人的后代，知影这个历史的这件代志啊，所以伊就甲咱国开一个条件，你只要有41万人办这张身份证，伊就回归到旧金山和平条约的架构下。军呢，美国军事政府因家己负责，美军家己来，民呢，咱已经伫遮。所以，主地这个 AIT 哦，已经猜测啊，各位嘛已经知啊，因为伊有美国有开始咧做，伫这个目前这个乱象吼，唯一的原因就是美国完全看袂到，住伫台湾这个所在有当时日本台湾人的后代，但是咱即马甲即阵已经万二人啊啦，距离41万张吼，我那个距离还阁真遥远，但是咱秘书长甲咱讲。三个条件啦，当时高一迄220228位，迄、那个名单已经给伊啊。佮另外就是要有4000名的受训完成的公务人员，因为当时单一来台湾的时阵，差1000名。美国甲咱讲，你即马人口已经当时的4倍，你要准备4000名的行政人员。但是秘书长甲咱讲，应该这4000还是41万，应该是4000较紧。所以咱即马唔知伫2礼拜前发简讯，叫咱上万口的同心，一人来介绍一个。上无咱伫9月初8日，你美国要开记者会进前，咱甲讲，阮4000人已经准备好啊。所以吼，即个代志，今日你若下课，对即届即个普通班结束，后一届高级班结束，你就是标标准准咱未来的算真高阶层的行政人员。啊，你不要小看你自己。因为外口足侪博士，但是我唔知因遐个人因读个物件，甲咱读个人拢，咱读个拢无同，吼、哦、啊，所以吼、哦，我那爱读书啦，吼、哦、啊，我即摆甲你讲吼，即个有看过6月初到《自由时报》的即个报道的人，敢会使举手一下？好、哦，这张报纸吼、哦、是习近平去访问奥巴马，
伫阿未离开进前一天 ，CIA 公布的1949年的机密档案，民国38年的机密档案，伊顶头重点吼，伊甲你讲吼，台湾伫法律地位上唔是中华民国的，这有法度接受啦吼，唔是中华民国的哦，台湾这个地位已经，咱拄啊讲遮尔济物件，伊即摆已经甲咱证明啊，而且再过一句话。加个一句话，台湾的法律地位仍然是被占领的领土。伊无甲你讲被占领的殖民地哦。伊这个所在若是被占领的殖民地，都可能阁用提倒转去哦。伊是甲你讲领土，领土就是神圣不可分割，甲拄啊甲各位讲的辽东半岛同款，就算互你占去，你有一天你嘛爱行，加沙走廊嘛是啊，就算去互提去足久。经过一段时间，你嘛是爱行啊，所以这是领土。我甲你讲吼，本土台人认擦做老爸，这个老伙仔已经百外岁，已经要往生啊！我甲你各位看了吼，手也断去啊啦，手都已经安尼磕磕啊嘛，因为无人做兵啊嘛，你都无法度伸脚出手啊嘛哈，所有的迄个党徽拢去用摕掉去啊。连勤伫过年迄段时间，伫今年的农历过年左右，连勤总司令部嘛无去啊，宪兵总司令部嘛无去啊，伫顶个月陆海空司令嘛被裁撤啊。你敢要看无这个一百几岁老人都已经要往生啊嘛，已经无体力啦嘛，伊即马靠咱遮个领养的遮个囝来甲饲啊。啊，但是遮。台湾这2300万，有可能干那1000个、2000个，甚至于10万个，知影讲，迄个中华民国是我的生父，伊毋是我的生父，伊是我的养父。但是足侪人还佫毋知这件代志，就算有一天中华民国去灭亡，我相信伫台湾这个土地，嘛有人讲，啊，你哪会使背祖？你本来就中国人，你哪会讲你是日本人？啊，这种物件，咱也无伫上帝的时间来去甲讲这件代志。就算美国的国际记者会开煞，我甲你讲，媒体继续封锁，今日咱上课哪会遐尼困难？咱消息无法度传播出去嘛。所以，拢希望讲，咱的同心来遮上完课。你爱啥物资料，尽量会当找州长，吼，也是来中央提，有一挂文宣品，会当帮助你讲的搁较好势。你来看哦，这个一百几岁的已经承认讲，伊毋是你的亲生老爸哦，伫倒位啊？哈，伊有甲你承认哦。你看，这6月20日的外交部啊的公文哦，你看下上下底，我念互你听吼、哦。中华民国持有中华民国护照的持有人，如果自认为非中华民国国民，应向内政部申请丧失国籍，各位，这是伊的外交部呢。啊，哪有迄个讲我做老爸做好好，啊有一天甲你遮个囝儿时阵讲，哎、欸，你会使甲我脱离关系啊？因为伊嘛知影这件代志，但是这个公文是咱去甲申请，伊甲咱答复的。伫外口媒体封锁，你嘛看袂到这张公文。啊，这张公文你若要爱，应该咱中央遮有。会使影印，吼、哦、我嘛是希望各位吼、哦，经过遮个来遮训练，吼、哦，转去无论如何一定爱读书啦。因为你若无读书，我甲各位讲一件代志。你今日上完课，你毕业啊，你摕到证书啊。那以我新德州来讲，你只要上课，摕到证书迄天，你就参议员。为什么变参议员？因为参议员是你心杂医生，伊较无需要讲专门技术啦。就是讲你是学会计，你学电脑诶，你学这有专门技术，你会使直接去担任厅长，还是其他的行政人员。啊，你就算讲你今日是参议员，经过一段时间，咱会同心捌你啊。哦，啊！你以前倒一间大公司做总经理，哦，你会晓这个人事管理，有可能给你安排什么职务。但是有一件代志，
你既然毕业啊，你既然摕到证书啊，你也既然有职务啊，有一天乡乡叫你去接孤山乡的乡长，你做一个人？哎，真正乡长，那依然四千来是应该不是足悬的哦。哦，我问你，你要叫啥人参你去？你要叫什么人参你去接孤山乡，接到孤山乡的乡长？你上无嘛爱带五个至十个？你这个时阵毕业啊？你爱紧介绍你的朋友、你的小弟小妹、你的阿姐、吼、哦、你的同学，紧入来上课，因为伊的操守你绝对信任。无有一天乡长，你去接乡长，可能州内底有派几个啊参议员去甲你协助，但是你毋捌哩。伊若是出代志，我问你，你有代志无？搁另外一点，你今日这个论述，你若毋读个清楚。我跟你讲，你有可能三个月就换人啊？为什么？因为你下底遐个人有可能头一波甲台湾人清清的，唔是台湾人你离开，遐人爱上课呢？遐个人是足够读书的啦，做即马做公务人员无足够读书的，遐头壳内底拢敢阿摩陀的啦。你甲讲一句，伊唔知你讲应十句，啊，伊准备安怎？你若即个时阵还佫一年的时间通准备，我认为啦，你今日毕业。今日上课上完，你才有一年通准备。这一年内底，你一定爱无论如何爱介绍搁较侪你的好朋友，做你的条仔卡。无我甲你讲，各位，你若有三个月，你可能换人啊。因为你无班底，你无你的会当信赖的朋友，也是兄弟姊妹，你乡长敢若乡长，免几工就换人啊。哦啊，因为今日的时间的关系哦，无咱到这，好、哦，谢谢各位，谢谢。请起立。今日下课休困啊，一楼餐厅用餐哈、哦，